这张，我为着爱阻止伊离开的时阵，我去弄着，我赶忙摸着，互魏云发现的方向，嘛，你甲咱留来，想要弥补呢？你看，这张，就当代表讲，我对你的心有我特别。阿昨我听你的意见，我就想讲，玉生甲伊连红酒，啊，拄好饭店有卖，迄一斤2000块，我就甲开落啊。 结果玉生用威玉士冲出来，啊，我嘛才是拄好把门拍开，结果就弄到伊头壳。原来文云讲的真正是安尼，哇！哦，就跳来了。喂，这箱不算啥，那是个假币件。 我心啦，不想出国啊。是文云，是文云。文云是安怎？咱人这么好好的，讲到文云，就煞风景啊。你敢知影？我只要目睭开起来，我就会看到文云。而且今日透早，文云佫甲我诉苦，伊讲伊最近甲你相处还真无好。 我知影文云真要紧你，我真正是不忍心，我袂当是迫害恁阿母感情的人。就算讲我甲文云感情无好，嘛甲你无关系啊。伊需要我，我需要你。咱两个做伙才是天公地道啊！你若真正要紧我，你就要替我设想。 我即摆毋但是铁三折，我讲是人咧讲的秋闺蜜红色的绿茶婊，这报应若是要来，我操拢操袂去。我拜托你帮我煞，你甲咪把你对我的爱放伫咧文鱼的心上，咱这短暂的爱情就放伫咧心内，当作是美好的记忆，好无？ 我爱干哪会当互你，我会讲听白讲，这所有话唔对，拢我黄玉生来承担。我甲问好请侬，互你讲怕死，今日拢无可能互你离开啊。你放心，我会互你把所有烦恼拢放袂记。 恭喜贝拉，佫恭喜上一个生日，佫有业绩奖金会当领。你这声恭喜应该是爱我家己乌龙吼，若是无你牵绳哦，贝拉哪有生日通讲？那呢，我讲有奖励。安尼了了，我想买虾米，应该上了该接到啊。哎呦，今仔日今日。 就当作练习好不好？让你做我感情的债主啊！你着利滚利，我豆豆行吗？我爱利用一世人来行。啊！真是公司停车场，黄看到我就害啊！上个月你拢无法送你回去厝的。啊，无法度啊！你带来的衫袂当穿转去。
我就先来关心我起来。好啦，我先落车。你告诉我，他还给你传简讯号吗？你就够严。吓都无人吼。我先去。小春，你哪会伫这？我来找你，结果我煞看到你甲安迪副总。冬雨，你是不是反背我哥啊？小春，现实就是金钱甲权力，才是一切。所以，你发现权势真正足重要诶，就决定要我去安迪副总那边啊。冬雨，你讲诶。拢是事实，我无法度讲啥，我嘛无法度去阻止你想要选择什么款的人生。啊，不过冬雨，我规家伙啊早都把你当作是家己的亲人，当作我的亲姊妹啊，还有家己的查某囝。咱相处遐尼侪年啊，你对我的感情敢会当安尼讲放就放？你敢真正去爱着安迪副总啊？我无啊！你就是讲我拢袂痛苦。今仔日阿姨发现我的心为生的臃肿，伊唔那么怪我，只干阿开伫我家己身上，但都搁替我欢喜，搁提醒我，莫让阮爸知影我有钱。啊！若无伊唔知，佫会变相放来甲我创空。我有对我这么好的一家人，我哪会想要离开？而且紫薇，我是真正爱伊，我真正就是要甲伊结婚，生伊个囡仔，一世人甲伊做伙。所以你还讲是爱阮哥，那是当然的。阿姆哥，我不是我永远都无法度摆脱的麻烦。自从伊出嫁了，我就感觉以前迄个恶梦又搁倒转来啊！伊干那样子甲我创空，不管我管你阿爸咪，我是记炸袂掉。不过安迪会用的，阮爸不管你阿什么麻烦，对伊来讲都唔是啥物问题，只要有钱，啥物拢会当解决。那安尼你敢落尾因为安尼就出卖你家己？有啥物爱情是无价，我只是选择一条。会当活落去的咯，小春，我真正善想甲会惊，我无想要规家烦恼，阮爸搁会惹啥物麻烦，我搁会替伊补偌济空，我无想要一世人来烦恼惊吓，我嘛无想要继续留伫这家厝拖累的。这做啥囝都无法度忍受，你哪有可能会当忍受？我无想要将来你后悔，让紫薇跟我做伙。我甘愿选择一条对大家都好的路。所以你已经做出决定了，我已经无其他的选择。想讲的，拄则你讲的，拢是你家己，拢是你家己想，拢是你的感觉。
你也无问阮啊。相公，阮都无法度陪你做伙承担。你是阮的亲人咧，无人会凊彩放弃家己的亲人。当日，就算恁爸以后才出搁较济的代志，我拢会陪你做伙度过每一个难关。小春，你是啥物意思？你讲爱我做你的亲人？你看下我刚才伫做伙，你毋是足生气？我阁是讲，你哪会这么讲啦？我会跟你生气，那是因为我把你当作我家己的姊妹啊！你敢唔知影？只有甲会当和好的人，才会当冤家。小春，你这段日子我真正过了足痛苦的，我这么多代志袂当讲，我这么多秘密爱藏。你有对我这么好，阿弟夫总嘛对我好，那不过我两边都无法度付出，你想要爱的物件，我嘛拢无法度给你。家己中，我真正就痛的，我嘛感觉我真正就害的。你哪会这么讲啦？都不爱跟我讲。我是要安怎跟你讲啊？我爱紫薇，所以安尼反背伊。小春，我爱的就只只只有紫薇，我嘛就想要什么都卖乖，就跟紫薇做伙就好啊。好，既然你还是爱阮哥，那呢，我想替你把这件代志藏起来，先莫甲阮哥讲，啊，若无伊会加伤心的。啊，若是安迪副总的部分，不管你欠伊啥物人情，还是其他的钱的部分，我拢替你做回应，好不？你真正无怪我，可袂甲我斗相共？咱是姊妹啊，遐尼侪年啊，真正拢怪我，你一个人承担遐尼侪。小春，你给我什么时间？我会甲安迪副总的代志解决好势。终于，多谢你愿意跟我讲，是我爱多谢你。我想你过爱我姐姐们。